热烈掌声哈、哦！好、哦，我们这个今天呢，这个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啊，在大会当中有表演，非常内容非常的这个多元啊、哦。是。除了有哦，我们刚才听到的好听的音乐啦，好看的舞蹈啦，还有呢这个民俗技艺的传统的这个两广醒狮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也不简单。嗯。据说呢，他们在平常训练有素哈、哦，而且很多呢，在学校当中啊，他们也负责一个呢，就是有一种正义感的感觉，随时在观察学校有没有什么的霸凌事件。哦，对，我想这个让我们的孩子啊，利用一些体能的一些训练啊，养成一个强健的体魄，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是，而且小朋友多运动是好的，对于长身高、锻炼体魄都是有帮助的。对，那接下来为大家表演的这个景光柔道队啊，他们平常呢也是训练有素，那么透过他们不同的层级、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训练。那么今天他们马上就要在前面为我们表演的，我们看到的有国中的、高中的、小学的，还有很小的哦，小小孩的。哎，马上欢迎。接下来就欢迎的是景观柔道队带来的柔道表演，掌声给他们鼓励，耶、yeah ！这些竞技的选手最需要的就是掌声了。小朋友都必须美丽，每天所必须重复不断练习的护身打滑的动作。接下来，各位要为各位表演的前回转打滑，开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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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小小的朋友一个掌声鼓励好吗？好，接下来是由我们比较大的小朋友为各位表演的一些我们柔道身段的时候所必须表演的格式。
所呈现的就是我们的扶腰的分解动作。好，第一个破式转身，好，过肩摔。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运动，而且我们每一个学习的同学都必须要彬彬有礼，尤其训练同学来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柔道的基础的一个行礼的方式。呈现是我们柔道身段的一个格式的方法。第一，首先第一位是肩车运动，第二个是单背过肩的格式动作。好，首先是抛摔。好，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抛摔的分解动作。国中的小朋友所为各位来表现的，中中国小呢，他们学校本身有成立柔道队，总共学员有34个，也成长拿到全国第三名的很好的优秀成绩。好，请各位各位观众给我们表扬的选手一些掌声的鼓励。来，向左转。
长绳，这个在团体的表演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高鹏，成功，掌声鼓励。再一次。从平常假日的时候就出来练习，不管是下雨天还是很热的天气，他们都会出来练习。再次热烈掌声给我们这些小朋友，好不好？这个国中的同学哈，不论是日晒，不论是雨淋，他每一天呢、啊，在假日的时候都很这个努力的练习。继续欣赏他们的第二段表演。手烙，知道要背书包，放棍。个人的表演，个人表演需要很大的勇气，请现场的观众可以给予适当的鼓励。停掉了，再捡起来，这就是我们表演的精神。倒脚金龙，蜻蜓点水，大轮回。我们在看表演的同时，我们欢迎到最支持我们警察同仁的我们高雄市政府吴副市长吴鸿谋吴副市长，掌声给他欢迎。欢迎吴副市长的莅临。接下来是双人默契的组合。超短。鼓励，想叫人一下起来呀！
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扯铃表演。谢谢这个大义国中的扯铃表演。再次掌声好吗？我们这个不管是团队还是个人的表演都非常的精彩。是，像刚刚这个老师就特别讲到，对，掉下去之后重新再来一次，是，这个是扯铃最重要的精神。其实我觉得扯铃的这个精神跟我们警察工作哈，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雷同的地方。哦，即便是我们在当下可能还没有办法呢破案，没有办法迎刃而解，但是没关系，我们再加把劲儿，对不对？啊，继续的向前冲，总有一天可以水落石出。对，不怕苦，不怕难。对。这也是我们警察的精神了哈。好，我们在场呢，非常谢谢所有的朋友来支持我们今天呢，这个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庆祝活动。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副市长吴副市长啊，也率领我们市府的团队哈，来到我们的现场，为我们加油打气。对，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市议员黄淑美，黄市议员，欢迎，给他热烈掌声鼓励一下。当然，也有很多我们为民喉舌的我们的警察的好朋友，我们市民的好朋友，很多的议员朋友。山林区上坪国小的独轮车表演，所有的朋友，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上坪国小的独轮车表演，欢迎他们。
掌声鼓励。非常好看的这个独轮车的表演，来自山林区上平国小带来的独轮车表演。哇，刚刚看到他们的表演，再加上这个音乐啊，真的感觉我们今天啊天气又放晴了。你看那边有彩虹哎、欸！哎、欸，真的耶！大家往后面看，那边有彩虹。看到彩虹，天气好美哈、哦！就在今天我们六月七号庆祝的警察节活动当中啊，有这么多的美景，连我们的天公都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警察同仁。太棒了、哦、而且刚刚小朋友的服装看起来好像森林当中的小精灵一样。天，我们旁边的这个热闹的园游会持续都还在进行当中，是还没有吃东西的朋友啊、哦，别忘了到开会去走一走。那因为接下来要选举嘛，对不对？我们有什么活动呢？一个反贪反贿选的宣言。是，那么在待会的活动的流程当中会为各位来做进行。那接下来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奖品要送出去。首先第一个奖。奖品很重要，大家都在听哦。我们要先讲一下，我们要送出的第一个奖是。对，这个是庆祝警察节的摸彩品哦，双门电冰箱一台。好，我们邀请到这个阶段我们摸彩的是大高雄警友会的林文章理事长。林理事长，请上台。我们请摸彩箱来准备一下哦。把手上的摸彩券准备好，拿出来准备兑奖喽。好，来，理事长先摸出看是哪一个摸彩箱，红色的摸彩箱哦，因为我们今天参与的人也相当的多哈、哦，从这个红色摸彩箱，那我们唱名三次，听到的话请即刻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请理事长，大高雄警友会林文章理事长为我们宣布，周荣村，哎，应该是，啊，号码可以讲一下，号码号，周荣村。周荣春，那个号码是哦，那个103-04878，周荣春，这应该是先生吧？周荣春，听到的话，请即刻到我们的舞台前面，立刻就把我们的双门冰箱给领回去啦。哦，这个可以说是好彩头第一位哈。再叫一次没有，就要再换人哦。就要换人喽！哎呦，真的是这么严格吗？周荣春，听到请回答。周荣春，有没有在我们比较遥远的摊位的附近啊？周荣春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志工朋友，或是我们的警眷朋友啊。周荣春，好，我们第一次周荣春，第二次周荣春，有没有？第三次。周荣春，我把号码再报一次，103-04878，04878。阿内周伯菜呢？哈，好不容易有抽到我们奖好彩头呢，双门电冰箱有没有？没有，那我们就重抽喽。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赞成吗？如果赞成，请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哎呦，原来每一个人的心地都这么好，好厉害啦！没有关系，人人有机会啊，个个没把握。好，那周荣春先生没关系啊，如果你离开了现场啊，第二位白色，白色的箱子，红色跟白色都有机会啦。现在是白色哈、啊，在场我们摸出第一个奖项是大高雄警友会的林文章理事长，来，谁中奖？洪启峰，洪启峰，104-97。104-97，如果这一次再没有，我就自己带回去了。洪启峰，没有，如果再没有，您就要捐出 double 了啦，表示说大家都想要得奖，分袂平咧。哎呦，洪启峰先生吗？真的吗？好，来来，我们对一下，核对一下，核对一下。好，来，我们是不是直接颁发哈？好，来，我们这个代表是我们双门电冰箱一台。好，我们也谢谢理事长，因为理事长要忙哦，我们也非常谢谢在百忙当中啊，在我们今天大会给我们支持哈、哦。好的，那么其实在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当中啊，除了热闹滚滚的园游会，还有精彩的表演，我们也希望在今天大会当中啊，来表扬
在过去警察工作呢非常卓出的啊、哦，非常这个成绩非常斐然的。没错，在今天警察节的庆祝活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对，就是我们要颁发给这些模范警察。是模范警察的这个颁奖哈、哦，我们首先呢就要来公布我们颁奖的得奖的人员哈、哦，第一位。颁发103年度机关模范警察，第一位是仁武分局侦查队警务员周明仁。我们请周明仁上台，同时这个阶段我们邀请到副市长上台为我们颁奖，同时请局长为我们见证，掌声欢迎两位。中央警察大学第69期刑事系刑事警察学系毕业，那么他侦破了15人涉案的这个诈骗集团，他在警界已经服务有25年了。是的，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认真，在今天得到我们模范警察这个殊荣，我们掌声给他鼓励，掌声鼓励。在副市长手中接到这个荣誉哈，我想他的责任更大了。真的，而且好感动哦！如果家里有来到现场的话，非常荣耀的一刻。是我们先恭喜的是，我们第一位是仁武分局侦查队的周明仁，第二位冈山分局督察组李信崇组长，欢迎李组长。李组长是中央警察大学警所班第13期毕业，在警界已经服务33年了，查获由10人涉案集体使用三级毒品跟非法经营的职业性的大赌场的这个案子。非常恭喜李信崇是李组长哈，其实每次听到李组长，我们都会我有跟他连线过，真的哈，真的，我们都会想说李组长眉头一皱，到底这个案子该如何破？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跟你讲，我们这个李组长很热心，跟我们连线的时候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好，继续颁发我们下一位103年度的机关模范警察，得奖的是凤山分局督察组组长许春生组长。恭喜许春生组长。收第一名，哇，厉害哈、哦！在警界也非常的资深啊。我们在模范警察的第四位，凤山分局过平派出所的警员汪黄英杰先生，掌声欢迎，恭喜我们凤山分局。台湾警察专科学校进修班第6期毕业，服务21年，那么也侦破了这个抢夺案件，非常恭喜。先留步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还是要颁发啊，啊也是非常劳苦功高，非常辛苦，这是103年资深绩优警察奖章。首先颁发第一位林雅分局警员陈东海警员，啊听到名字的啊这个受奖代表请上台啊。第二位保安大队警员蔡茂发，恭喜。第三位凤山分局巡佐李仁忠，四位是三名第一分局巡佐陈真显。以上四位呢是服务满30年的，服务满30年啊，30年都贡献在我们的警界啊，非常非常难得啊。啊，那么今天得到这样的奖项，那么第五位是小港分局的警员张简长红，是请上台。第六位前镇分局巡官石家章，虎山分局警员黄富郎，三名第二分局巡官志成。以上这几位是在警界服务20年。是的。接下来交通大队主任蔡伟全，苏伟全，苏伟全是交通大队主任苏伟全。新兴分局警务员李宇清，以上两位呢是服务满10年，同时也表现卓越的资深绩优警察奖章。我们请吴鸿门吴副市长为我们来授奖。坚持，因为你们的努力，因为你们付出了你们的青春，让我们市民有一个最祥和的社会，让我们的治安可以让大家无忧无虑。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高雄市的治安在全国的评比明显大幅的进步。我想每一份
台上素讲的远景，他们都付出相当相当的多。我们在台上目前为您表扬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03年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受奖的总共有10位，经过了层层的这个选拔以及过去的这个资历，才能够脱颖而出，得到这样一个奖项的殊荣，非常的不容易。今天他们有很多得到奖的我们的警察同仁，也特别邀请到家人来到现场，跟他们一起呢来接受这样的荣耀。掌声。好的，我们请副市长留步，接下来我们热烈掌声也请到今天呢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所有警察朋友的高雄市政府我们的副市长吴鸿谋副市长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鼓励。好，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黄局长，我们今天有很多位贵宾哈，我们今天我们的高雄基友会的我们林理事长，还有我们大高雄我们警察志工协会吴理事长，还有我们日本交流协会高雄所的中村首长，我们今天我们的黄淑美议员，还有我们陈瑞文议员的黄特助，还有很多位贵宾都莅临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加油打气。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我们警察的同仁跟警察的保眷，还有很多位贵宾，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们这个活动从下午4点钟一直到现在哈，要到晚上的9点。我们最主要是6月15日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我们高雄市政府跟我们警管一起来合办我们这一次的2014年我们警民联心展现雄心。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我们的黄局长卓越的领导下，还有我们所有全体我们警察主管同仁的努力，事实上我们的治安有非常高的绩效。我们在2013年我们的春安我们拿到全国的第一名，我们在今年的第一季我们所有警察服务的民调也高达了76%，这个76是2年多来我们上升了20% 的民众对我们所有警察同仁的支持率，所以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咱大家给咱所有咱高雄的所有的咱的这警察朋友，给大家鼓励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哦。谢谢哈。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哈，我们透过哈我们一系列的警察庆祝活动，
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很多学校的社团，包括我们警察的这个特勤战绩的表演，还有包括我们今天安排在四周的研游会，我们营造出一个非常欢乐非常温馨的警察节庆祝活动。那我们今年我们是选举年啊，我们在这边也要一起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要跟我们所有的警察，我们这些同仁一起来反贿选。我们希望进行一场干干净净的、非常公平的选举。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我们高雄，在我们警察局黄局长，还有我们所有民警同仁的领导下，我们的治安会一天一天的进步。我们高雄，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积极的，我们就所有的生产、生活、生菜，我们三生的环境哈，我们进行一个所谓的国际一级城市的治理，那也有相当的成效。那今天从中午哈有点炎热，现在雨过天晴，那相当的凉爽。我们也希望我们还没有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我们警察节庆祝活动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赶快来，等一下还有非常棒的哈，非常精彩的节目，还有非常多的摸彩一些奖品啊，在这边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警察同仁，还有警察保眷我们阖家平安吉祥，咱各位的市民朋友，大家平安快乐。今天所有的警察节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副市长，请副市长先留步。我刚才副市长特别介绍到奖品，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副市长帮我们摸彩，摸出的是我们的这个头奖跟我们的二奖都是我们的山西家电了哈。来，我们请介绍一下好了。对，要摸出两个，一个是先摸二奖，先摸二奖。对，二奖就是一个平板电脑。哎呦，平板电脑，大家要注意了，帮我们确认过了，是个平板电脑。平板电脑，好，我们先请副市长来为我们摸出，先决定是我们的白色的，是哪一个摸彩箱？对，还是我们红色的摸彩箱？这个是红色的摸彩箱。哇哦，喜气洋洋的红色，请副市长帮我们摸出的就是我们的平板。哎，有点紧张的气氛出来了，请副市长为我们来公布哦。好，我公布一下这个我们幸运的我们市民朋友罗丽玉小姐。罗丽玉，这边怎么有笑声出来？是太开心了，是不是？罗丽玉小姐，是不是？你说这个号码？罗丽玉小姐的号码是？号码是10307461。10307461，罗丽玉小姐有没有？有没有罗丽玉小姐？如果说有的话，请直接到台上来。我们同样是唱名三次哈，如果不在现场的话，我们就很可惜了。不过同时，我们现在也欢迎我们刚刚来到现场的许志杰许委员，在什么地方跟我们挥挥手？谢谢。好，来，我们再唱一次名好不好？罗丽玉，有吗？来，直接到台上来，罗丽玉，他还很慎重的慢慢的踏着平稳的稳健的步伐往前行动当中。罗丽玉对吗？那请赶快到台上来，他可能在找他的唇跟脸，他知道罗丽玉是他的，他自己没错哦。但是唇跟脸我们还是要对照。好，请大家先把这个唇跟脸拿出来，待会儿对讲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听到名字呢赶快先举手，让我们确认你在现场，然后请以小跑步的速度到台前来。好，来，请到台上来。罗丽玉小姐，来，请直接上台。有没有看到？请协助一下好不好？
萝莉玉啊，萝莉玉小姐。哎，快快来来来来来来，请上台，请上台。好，没关系啦，东西拿上来啦。来，07461，07461。来来来，请上台来。全身要蓝。来，我们来核对一下，是不是呢？07461，恭喜！来，我们恭喜，我们请副市长我们颁奖。好，这个奖品呢是由我们这次的主办单位泰普公关公司所提供哦，平板，恭喜，恭喜，好的。继续抽出我们今天的头奖，头奖喽！要送的是大同42寸 LED 液晶显示器，同样是由泰普公关公司所提供。我们这次的大会，副市长再帮我们抽出哦，这个是大奖哦，请副市长来帮我们慎重的抽出，厉害了！决定哪一个摸彩箱，就是红色的摸彩箱，红色的头奖。好，来，请副市长为我们公布得到。好，我们42寸，恭喜这位我们幸运的市民朋友郑文生，郑文生先生，郑文生，听到的话请上台。号码是103-13089。郑文生，哎呦，郑文生先生，没有错啊，我们就把电视上来啊，同样是由泰普公关所提供我们这次大会。警民联心展现雄心的我们的头奖，大同42寸的 LED 的液晶显示器，已经先看到奖品心里就开心了。对，来来来，请上台，请上台，好好，开心的，来来来，我们核对一下是不是？来来来，先核对一下，来看一下哈，来13089，恭喜，请副市长来颁奖。来，站到这边来好不好？来来来，我们是不是也象征式的哈？幸运的得到了我们的今天的头奖，恭喜！我们请工作同仁协助一下哈。不过还是要请副市长先留步哈，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慎重的。非常重要的工作，要请副市长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选举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选举能够干干净净。接下来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反贪反贿选的宣言。不过在宣言之前，我们也有贵宾来特别介绍，高雄地检署的王湘月检察官，是不是有来到现场跟我们挥挥手？谢谢，谢谢哈。谢谢给我们支持。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几位朋友一起来作为我们宣誓的代表，对不对？我们邀请高雄地检署湘月主任检察官黄元冠上台，高雄市政府政风处主任秘书李慈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黄茂穗局长已经在台上了。对，请副市长跟我们所有的代表哈，一起来做这个全民一起来反贪反贿宣言的一个签署活动。那待会我会将这个签署活动的内文呢、啊，在此为大家宣读。同时呢，将啊，待会请四位我们的贵宾，在现场所有的嘉宾的见证之下，也签下他们的名字来一起联署哈、哦。好的，全民一起来，反贪反贿反贿选宣言签署活动，为创造透明、清廉、进步的未来社会，我们呼吁及主张积极实践下列做法：一、结合政府、民间企业等力量。凝聚全民反贪反贿意识，共同监督并打击贪腐及各种形态的贿选。二、全民支持及参与政府推动各种防贪肃贪反贿选机制，以根除贪污及贿选之弊害，以确保政治经济社会永续之健全发展。第三、全民共同倡导正确伦理价值，净化人心，杜绝贪念，将反贪认知及反贿选观念融入日常生活，从自身做起，拒绝不义之诱惑、贿赂与任何不法利益，为自己及后代子孙建立永远之幸福基业。接下来我们就请四位贵宾请签署我们的反贪反贿选宣言，请签署。
在场的嘉宾代表是不是跟大家再次介绍，包含我们的副市长吴鸿谋副市长，以及高雄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王元冠，高雄市政府政风处主任秘书李慈光，以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黄茂穗。是的，四位代表，我想执法的决心，在今天的会这个大会上面呢，也在所有的朋友见证下，代表我们要一起来反贪，一起来反贿选。我们甚至也站在这边跟我们合影一下哈，来，请我们的记者朋友。来，一二三，加油！反贪反贿选成功。贵宾代表我们大家啊，正式的宣誓、签署，也说出了我们所有朋友的决心。谢谢，谢谢四位贵宾。那接下来请副市长呢到各个我们弱势的摊位，给我们做一个来支持鼓励哈。副市长要带领我们所有的朋友到各个园游会的摊位，是去走一走，给我们所有的同仁加油打气。特别是很多的弱势的摊位哦，我们也希望在副市长带领之下。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没错，尤其这些弱势的团体非常需要大家的爱心来帮忙。是，我想接下来啊，我们看到整个夜色啊，慢慢的已经是整个灰暗下来了，对不对？华灯初上了。对，感觉呢，两个灯光特别的亮。是啊。我也代表我们今天呢，整个警察节的庆祝大会啊，其实到现在我们大概到中段而已哦。后面还有摸彩以及精彩的表演节目。那么继续我们来看表演了。继续要登台的是实践大学所表演的宋江镇，掌声欢迎实践大学宋江镇。
在这个庆祝大会呢，因为要谢谢所有的警察同仁、警眷朋友，还有我们的志工朋友，今天有很多的好朋友，很多长官都莅临。刚刚又有一位来，对不对？来到现场了，我们高雄市的副市长刘世芳副市长也已经到达现场了。刘副市长在什么地方跟我们挥挥手？非常谢谢哈、哦。今天一共来了两位副市长，哦，所以代表我们的这个挺警察挺到底啦。对，我们市长非常的重视。对，那么继续还是安排表演，对不对？安排什么样的表演呢？